Lesson One，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又到了你们期待已久的李老师大讲堂时间了。今天我们要学习一句英文，叫做 "Mine mine taco ufasen"。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来拆开来解释。"Mine mine"就是西班牙文当中的看哪看哪的意思，就是明嘞明嘞。Taco 呢，就是墨西哥的一种传统的食物。那 ufase 就非常玄妙了，在英文当中呢 ，ufase 就是它是近似于中文的无法看无法看的意思，所以 mile mile taco ufase 就是看哪看哪。这个 taco 已经不能吃了。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李老师大讲堂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非常感谢各位，那我已经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了一下什么叫做 mine mine taco ufase。那我觉得呢，我的解释呢已经非常清晰合理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为止，我们去吃饭吧。等一下，等一下，我有话要讲。讲。Ken， 你刚刚讲的解释，你刚刚解释的非常的精神，也很有创意。谢谢。可以说是最佳的误人子弟的典范。好，那既然这样的话，就请 Paul。给各位正式的解释一下，正确的解释一下什么是 mine mine taco ufasen。 mine mine taco ufasen 是神的手在巴比伦王的王宫墙上所写的字，他写下了对这个巴比伦王国的审判书。那到底什么是 mine mine taco ufasen？mine mine taco ufasen， 以数学的层面的含义来解它呢 ，mine 就是代表一千 ，taco 那是代表二十 ，ufasen 就是把一千切成一半，就是五百，所以 mine 一千 ，mine 在一千 ，taco 二十 ，ufasen 五百，这样加起来是2520。2520这个数字就成为神的审判数字的代表。那个时候呢，这个因为巴比伦王呢不懂，还有他那些所有的术士呢也看不懂，那么呢当时他们非常的惧怕，因为怎么可能看到一手指手出现然后在王宫上面写字，这实在太吓人的事情了。他们就特别把但以理给找来。然后但以理呢就解释了另外一个层面的意义，不是我刚刚的数字层面的含义的。但是呢当他但以理把它解释完了以后呢，也等于是他也把宣判就把它给宣告出来，上帝对巴比伦帝国的审判也当场就临到。所以当夜巴比伦就亡国了，当夜这个巴比伦的国王就被杀了，然后当夜那个马代波斯帝国呢就取代了那个赫赫有名的不可一世的巴比伦帝国。那到底这一段经文这一段话背后还有很多多少更深层的意思呢？那到底这个背后这个但以理先知啊，他又对这个巴比伦王又做出了怎么样的更加精妙的这种预言与解释呢？敬请期待完整版的 Mine Mine Taco Ufasi。